到两岸关系，这年底即将要来登场的就是江城会了。现在绿营人士也是蠢蠢欲动，地下电台主持人利用了广播电台进行宣传，发动了一项所谓弃拿陈云林的计划，说是提出了悬赏奖金有300万，希望在重金之下呢能够出现勇夫。不过令人还蛮诧异的是，这一项弃拿计划呢，居然是要陈云林来向两蒋父子来谢罪。